林时间，伽里叶歌剧院欧贝哈·嘎克涅通常也称为巴黎歌剧院。这是惠林时间关于歌剧院的第三期节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宏伟的修鞋大厅，这片古香古色的金色开阔空间被安置在剧院最尊贵楼层的特别包厢附近，在这里人们可以休息、散步和社交聊天。现在呢，它正在布置着一场晚宴，让我不由得想起著名作家海明威所形容的，巴黎就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下一节惠林会专门去到巴黎奥赛博物馆，那里有一个巴黎歌剧院的建筑模型，可以完整看到里面的内部结构。惠林时间，法国巴黎。